小时候，稻田是我另一个时钟。稻穗成熟的时候，就是一个学期的结束。当时都没有想到过，未来的我竟会在水稻田走了30年。30年的摸索、学习与追寻，这些稻田有我的汗水、泪水与喜悦，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明了育种家的责任与梦想，那就是要让我们的梦想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展现。牛啊，阿伯有几下品种。牛啊，为台南九号来。台南九号，咱拢有一个讲法，就是啥？娶新妇看牛呢，对无？哦。这里是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台湾水稻的育种基地之一。对稻作有所期待的人，都会往这里跑。眼前正在对来访的农夫如数家珍地介绍水稻品种的这位先生，正是在这里投入30年光阴的水稻育种家许志胜博士。哦，过来台建九号，台建九号，这是阮改良厝出来，这个品种足特别的，就是啥，红楼高仔来。九号了后，足侪人拢在讲看看有啥物品种，甲九号要变好食，16号啊其中一个。后壁含九号要变好食个啥？台建16啦，台东30啦，台东30，高雄14啦，高雄15啦，台中19啦，即拢个含伊要共款变好食。2014年11月上旬，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的试验田二期稻作开始进入成熟期，厂里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为培育中的水稻品种进行各式各样的调查记录。43写高四分。43以上，这亩田里种着许博士的梦想。这些代号是稻株的新生密码，他们是许博士试验中的杂交品系。这是42哈，好，42是台中194，然后高雄一张，像这个组合是台中194杂交高雄145。那台中194号，香米很好吃，米粒很小，缺点哦，所以我希望说透过高雄145来改善它米粒大一点。那它又不容易脱粒，可是高雄145很容易掉，我希望两个能够综合。
秋收是农夫收成的季节，但是对育种家来说，稻穗的成熟都可能只是品种选育的开端而已。水稻杂交育种是想象力与科学试验的结合，育种家会先勾勒出他期望的蓝图，再从现有的品种中找出母本与副本，将两个遗传特性各不相同的品种透过人工授粉，也就是杂交的方式，进行一代又一代的繁衍，并由其中选出较符合期望的植株，如此得出兼具副本与母本优势的全新品种。如果顺利的话，需要花上6到8年才能成功培育出一个稳定优良的品种。不过失败的几率可是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水稻的育种之路崎岖而漫长，像这个就有节，这个就没节。像这个饱满的，你可以看到饱满的，这个有节，这个没节。这个充实的黑黑的大概没有节，这个很充实的它应该很绿，那黑黑的大概这个没有节上啊，这个绿绿的你看空的嘛，里头是空的。其实有没有节，通常杂交后过3到5天之后，你就知道对着阳光，你可以看米粒都在生长。这一岁也很成功率越高，只有这一个。稻株上的谷粒是杂交后30多天后的成绩。有些稻蝇里面已经长出新组合父母本的杂交种子。这些杂交之后的种子，你要好好的跟它保留下来，因为它是后面你繁殖，做新品种的一个最刚开始的一个开始。58岁的许志胜博士，30年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投入育种工作。民国75年，28岁的他接济改良场前辈留下尚未完成的材料，花了7年的时间，推出享誉台湾米界的台梗9号米。2年后获选为全国10大杰出青年。30年的育种生涯，他以稳健的速度成功培育命名出8个品种，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满足。我曾经讲过说，育种家是不可以满足，永远不满足的怪物了。竹塘乡张茂盛班长是许博士的追随者，他曾经因为栽培许博士命名的台梗9号米，2度荣获了米界的殊荣，10大经典好米。现在张班长也跟着栽种台中194号香米。有香味了，有香味了啊，有香味了啊。这个就香米，除了混有稻谷的香味之外，还有香米的香味。11月下旬，张班长种了6甲地的台中194号，进入了收割期。许博士敢于责任在身，特地和助理过来关心。你无感觉一九四是打比蛋较好？对啊，你他要打，台中194号香米推出至今，迈入第6年了，他的栽培模式，农民差不多都可以掌握了。我当时的台中194其实亩粒只要
打败台耕九号，没想到他没有打败台耕九号，他换开创另外一个。啊，这两个变成同时存在的东西了。哎，你这吧，你这吧，你这吧，哎，这吧，这边，许博士常常会为了听取农民对稻作品种的意见，大老远跑去和大家聚会。竹塘乡现在还有好几位农民，都是台中一九四号的栽培者，大家碰在一起，一定免不了认真品饭。有啊，有甜味啊，有甜味啊，但甜味啊，我是感觉伊甜味比狗啊较无够一丝啊。狗啊甜味较早就出来，哦，无几嘴就出来，啊这个较慢。这只嘛真甜的。会啊，甜啊，你会感觉真甜啊，薄薄有迄甜的味出来啊。许博士觉得，台中一九四号的甜味还比不上台耕九号。不过栽培的农民却很满意它的另一项特点，它香气十足。咱来咧煮哦，伫风头咧煮风味就闻着足香啊啦，敢不倒就枵起。你知影砖卡厝，拢三合院几落间嘛，灶卡拢伫迄面。啊，伫迄面咧煮吼，咧穿的时阵，你伫每个间啊五六千万，你才闻到香味。但是呐，拄刮起来吼，很矮很煮，比这个较好。欸更加甜哦，更加甜，哎，更加甜，然后嘛，较黏了，Q 度嘛较有。农民对台中一九四号赞誉有加，不过这位永不满足的育种家，想听的不只是这些。有啥物要求哦？可以讲啊，一九四号也未，我因为年工嘛种的嘛，要做较好个啊，对无？阮一个老师甲讲一个要求，我才做，做到即马做未到，伊讲。伊讲你有看看一粒米啊吼，像恁古遐偌大粒无？我讲迄无可能啦，甲即摆还是做袂到。我讲啊无你嘛爱做一下花生米嘞，花生米还做袂到，像土豆遐大粒的花生米啊，无要不要做袂到？品种好不好栽培，能不能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农民能不能从中获利？许博士把这些当作育种家的责任，深深放在心里面。育种家永远不满足，是因为一个品种出来一定有优点，一定有缺点。那你不能只看它的优点，你说它优点好就是好，它有缺点吗？缺点还是要改进。可是当你改进完这个时候，跑出来另外一个品种，一定会是有优点又有缺点的。那你又要改它的缺点，所以它永远不会满足。一九四现在才刚开始，我才认为说他可能是国小准备毕业而已，目前他还是很年轻的，他后头可以做什么我也不晓得。我拿我摩托车钥匙一下，高雄的这一台给我钥匙。你还要去用哦？对啊。没有啊？哎，刚刚我早上有骑啊。你有骑？你骑到哪里？啊，骑一骑，我钥匙哦在这里。OK， 好。又来了，又来了。刚刚不是很好吗？现在又不好了。你还开玩笑啊，是啊，刚刚又很好，现在又不好了。天气似乎在捉弄着许博士，这几天强烈的梅雨封面来袭，气象预报今天应该会放晴。许博士原本一早就要做水稻杂交，但是老天爷似乎不太想合作，杂交试验到目前为止进行的都不太顺利。OK。许博士赶着到田里，准备把稻株挖回来。水稻过了九点，几乎就不开花了，他得抢时间才行。
我们现在要采雄花哦，就是把它采完之后放在水瓶子里头，然后它就自然就会放在暗室里头，它自然就会开花。30年了，他自己从来没有数算过，像这样在试验田里，到底走过多少晴日和雨天？等外口遐，啊你！你先摕倒转去，啊我母会先挖一个。雨太大。对，雨太大了，雨太大了。雨太大了，哎呀，要躲一躲了。你都不算鱼呀、哦。要躲一躲啦！你看你鱼要打起来啦。但是鱼走在田那个田间是不好走的。这个半个小时都不给我。老天爷最大，但工作一定要勤奋，这是育种家最深的体认。你有没有跌倒过？有啊，经常跌啊。然后呢？然后就是跌倒就跌倒啊！啊，有时候全身湿掉的也有啊。那继续工作，当然啦、啊。经常跌倒，其实很像许博士做育种的遭遇。挫折随时都有，哦，因为每一个杂交组合，你会给他一个想法，你应该要有个东西出来，可是经常没有东西出来是正常的。但是怎么样让你的挫折并不是成为把你击倒的东西，而是成为你再站起来的动力，那个才是重要的。育种是群策群力的工程，工作人员忙着将采回来的母本用温水烫掉稻花中的雄蕊，去除雄花的受精能力，接着再把稻蝇剪开，等待下一个作业。许博士采回来预备作为副本的雄花，经过保温箱的烘温，现在都开了。然后花粉拿出来了，只要轻轻的一拍，有没有花粉都撒下来了？有没有？此刻是希望的开端，两个不同品种的水稻能不能杂交成功，进入许博士的梦想蓝图，他自己也无法预料。很好玩啊，做育种就是这样子好玩啊，因为你搞不清楚后面会变成怎么样啊，你只有试，然后你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概念，有一些基本知识来陪伴着你去抓，但是不一定抓得到，不一定抓得到，因为最后面还是要看天公伯啊，老天爷或者是上帝能够给我们多少啊，我们能够接受多少，这样子拍了那么杂乱来拍，都是你累积的东西。对啊，没有清啊，要清啊，要清啊。所以你几乎没有办法坐在这里了。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以前参加好久以前，这个人家翻拍的。
我们要来猜猜这个吗？是啊，没有错，就是那个。鼻嘴。很稚嫩。青色。对。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真的，老师这是多久？刚毕业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大概民国七十几年了吧，七十六年左右，七十六年左右，二九三十岁。上帝对人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只有二十四小时，对不对？没有就是没有了。哎，好，不拍这里啊，这里太乱了。三十年的育种生涯，身上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你看这个晒到阳光，这没晒到，这个叫做皮肤角皮毛细孔角质化。皮肤科的医生跟我讲说，这个长久之后你会开始皮肤癌啊。以前甚至穿着很短袖就下去了，之前都没有戴过墨镜夏天。哦，然后这个才装了两年呢。再大的热情，似乎都敌不过岁月的现实。体力是差很多了，体力真的是差很多了。费老师退休主要是陪妈妈。妈妈年纪呢？80。我父亲过世前我就知道我可能不是那么顺利可以做我自己一些事情这样子，因为我父亲有交代你要陪妈妈这样子。母亲和工作都是最爱，许博士的抉择让人动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许博士育种生涯的结束，因为他留下来的无数努力都将成为后代育种家们前进的养分。最后让我们再好好聆听这位水稻育种家最真情的流露。凭借的知识与经验，我们努力地趋近梦想，而田间的稻穗也会诚实地告诉我们，成功我们高兴，不足的我们会再努力。这种对完美的追寻是每一位育种家的宿命，一人传一人，一代传一代。我由前辈那边体认到，我也会将这个传给我的后辈。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好还要更好。